107球了，66颗好球，送出2次三振，有2次的爆头，丢掉1分的自责分。好，现在是高岩将树，本季防御率是9.26，每局被上垒率有1.71。最近的出场，高岩将树掉的分数真的是比较多了。好，打击的是第二棒吴念庭呢，今天3-0，前一次打击是右边方向的飞球被接杀。右外球，高岩8月24号对上富邦，投了1又3/3局，被敲2支安打，丢掉4分的自责分，3次三振，2次的4坏球保送。刚被统一选进来上一军之后，感觉像前几次出赛还蛮稳稳。对，最近就真的爆得比较厉害。然后8月21号对上中信也是丢掉了3分，来看看这一球，右边方向飞球，哦，这个是邱志成接得漂亮。哇，但吴念庭一点干嘛都不足的，在外野飞球。哦，待会下班找这个邱志成好好聊聊。这一次应该是最有机会形成安打的球，但邱志成最后判断这个滑接哦，除了把球接进手套之外，利用滑接的方式哦，减轻身体跟全垒打墙的一个撞击力。对，非常有技巧，而且判断上邱。秒数的规定里面来讲，我觉得本来就是投手他可以去运用的时间。搞不好五夺就是跟郑俊学的。哇，这一棒在右半边打得非常的高，打得非常的高 ，Number 25，第25轰，连续2天开轰的是魔鹰。前面才被蒋少红靠了一支追平的3分炮，但是魔鹰要告诉全场的球迷朋友们，不要失望，本大爷还在。这发2分全垒打帮助台钢雄鹰要回了领先7-5，太扯了！第25轰跟第75、76分打点都来了。说真的，这颗球没话讲，只差球已经开始往下掉了。魔鹰本来就是攻击低球能力非常好的一位打者。刚才我们好像才讲过这句话。哇，看到两边用全垒打互轰啊。嗯。